我们今天眼界国际多媒体很高兴，我们在拉拉破的这个现场，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月有一个最重磅的活动，我们邀请了日本的京都岚山商店街来到我们的台中后里马场这边。哦，那我们也把日本的黑田忍者队邀请到我们的台中后里这边表演给大家看。哦，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后里马场找我们玩。那我们这一次里面所有的摊位总计有56摊。哦，包含了日本美食以及错愕商店街，真的有日本人会来这边现场烹调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哦，欢迎大家来玩这样。我也力邀他们，好，就一起来，好，来这里把马场哈做一个暖身跟开展的那个活动。啊，那也得到眼界大力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日本的官员也会来。啊，希望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成功呢，能顺利成功。谢谢。在后里马场也展开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那也欢迎所有台中市民所有的好朋友在这段期间一起到后里马场享受这个日本台湾文化的一个交流的飨宴。哦，现在只要关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京都岚山文化祭，你就可以获得我们所有最详细的活动介绍，以及我们这次游园的地图攻略，这样，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FB 官方粉丝页。